国民党毕竟还是有党主席的，我们也希望，我个人的立场，我希望吴敦义主席也能够出面来整合这些不一样的或者即将有可能会离开的这些重要的党员同志。那如果吴主席出来出面整合的话，我相信效果一定会更好。韩国瑜喊话希望吴敦义出面整合，至于他个人会持续跟郭台铭和王金平联系。那我个人呢，还是会继续跟郭董事长、王院长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我个人立场，会尽最大的诚意。广大的蓝军朋友们非常不希望国民党分裂，因为大家都有志一同，希望2020年让无能的民进党下台。